哦，这内面真正无同嘞，青山绿水碧草林，红瓦白墙，鸟语花香。哦，莫怪迄只牛咧门口伫咧骂骂吼，讲进来啊，进来啊，我遮足好耍个啊。这就是兆丰农场，听讲有七百家了。哇，讲个我即马脚踏即块地啊，这草坪啊，以前是什么呢？溪泊啊。这袂使讲化腐朽为神奇，这真正是迄人一草一木吼，拢筚路蓝缕。啊，对西部安尼吼，摕一资金、人力，啊来遮投资，吼、哦、建设，这个肯定嘛个鼓励，对不？哇，原来这里面那么大！大吼吼，安尼就是安尼，厝后景免惊咯，大家啊，唔是我的偷懒。因为这烟气实在太大了，啊，因拢准备这种电动车哦，系列的，啊，互人安尼晒，啊，哪哪油门，你袂歹吼，我加速前进。人家也无骗你哦，兆丰牧场的面积实在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大，放眼望去，平原造景、住宿、亲子游憩区，还有生态区了。没有进来，实在也不知道有那么大。唔相信跳，让给你个看麦，这里面积大到要用电动车来代步，你说有多大？高呀！哦，一群乳牛，好可爱啊！哪个啊？这就是因兆丰农场的招牌。我伊咧入口遐有一个牛妈妈迄个雕塑，因只尼牛吼，因只看起来就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只有花莲这种纯净自然、好山好水的地方吼，黑出来的乳牛啊，才这么健康哦，这么可爱，这都是因的宝贝呢。啊，因只咧接牛奶吼，甲别迄个牧场阁无共款哦。到底什么地方不一样哦？我带大家来去看一看，开几条眼界哦。好，哎，呀 ，Let's go。来，看你有看无？这世界奇观。那个牛只要一听到音乐了，啊，伊就喺伫迄个栅栏内底吼，慢慢啊行出来吼、哦，然后从那个栅栏家一直走到那个这个产挤牛奶的那个地方啊，啊，等候这个啊。这都是他的产房啊！你看牛安尼乖乖的，安尼，走进来内底哦，屁股就朝后面。哦，这个是他们进来器，一罐作业呢。哇，好美啊！好，这样呢，我再今麦先给它清洁消毒，哈、哦，是不是？不是，要洗干净。哎，没得跟你说，阿外就拜阿大爷。来给你盖个锅哦，那是蛮辛苦的，哇，还是要请牛奶奶看你表演哦，是姐姐，是看你表演，哎、嗯，这个好，这个好，这一只比较乖哈、哦，是，消毒奖，嗯，再用清水洗干净，这一点矮，再点酒哈、哦，优点，嗯，就是这样，好来，然后呢，清水洗干净可以了，哦，来。哦、很胀呢！哎呦啊，麻到！嘴巴张开。来，大声点。好嘞。挤满一桶才能回家。哦，那个可能没办法哦。哎，它也动呢。有没有两只手？有。
不用啦，你太太不听你啊。哇！没有，紧张了。是姐姐，姐姐来换你，来换你。哎、欸，为什么你几句哦？这要先扣住，再由上往下。哦，由上往下，哎、欸，我试试看。最上面一定要扣住。哦，最上面要扣住。哦，扣住。我找到屁了。哦，这样子。哦，这样握着。哎、欸，握。哦，这样子，它就很舒服，就对了。哦，我会了。你看，有钱的看有没有？等一下，等一下，我再一次。成功了，成功。成功了，这个就是今天的第一炮。对，他今天第一次。第二炮。第一炮啊。第一炮是早上。早上十点。所以这个可以现在吃吗？最好是不要。最好是不要。我尝一。因为没有杀菌。哦，没有杀菌。会有生菌，生菌出来是过高。康沙。康沙沙。哇，很香呢。很香。哇，啊，我的世界不要你变了，哦，世界变不好。这个，我母个大了三四年，我才安尼接安尼尔。啊，现在都用机械了，差不多五 cc， 很少人用手机。啊，这只是给亲子啊一起玩这样。那现在可以用机器了，啊，免得他等太久啊，给他很辛苦了。机器介绍，自动化挤奶开始，在古典音乐的不断放送中，牛妈妈一批结束，又换了下一批。挤奶器收集了莫扎特的牛奶，收集了海飞丝的牛奶，挤满各音乐大师的牛奶以后，他们终于可以 QK 了。而我们却还有行程呢，因为我们将要赶到光复乡的呆巴郎跟当地的阿春啊会合。对对对。多笑嘛，漂亮嘛，我们在里面走到里面去，那跟他们约好，他们一定在等。哎哎哎，看看，哦，怎么样？我看板凳。来好，来好，哦，怎么现在才来？不好意思嘞，我们不是睡过头，是开过头，开过头，我们差点。开到瑞穗去了。哦，那么远了，那直接转过来就好了。不是因为，那个你们那个入口哦，呆巴郎的入口没有牌子啊。哦，是这样子。哦，我们的村长啊。啊，对对，我们村长。哦，呆巴郎之光，哎、欸，不是，呆巴郎之星。高兴你来了，我们，全村都等你。走。你已经比我高了，你还站着。是是。应该这样子，这样子才差不多。啊、是、啊。开玩笑的，全村都在等我。哎呀，哇，来来来，我去坐下。阿妈在忙哦，啊，知道你来，我们做多润，多润花鸡哦，来糯米，黄糯米，你们的糯米不一样哎，哎，啊，这是打包的，阿盖诺，阿盖诺，哎，干来的多润，多润不一样，我们都是用白的，多润是阿美族用红糯米饭打成的一种马吉，就跟我们卢凯族的阿麦或客家人的擂茶是一样的，都是节庆或招待贵宾的时候才会制作。有趣的地方是，呆巴郎的杵跟一般原住民的木杵不一样哦，非常能够反映花莲的特色，是用大理石做成的。等等，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你们这一根。哎，你说好，你。哦，真的，我们都是用木头啊，你这用石头。对。石头比较快。打开看。你们的红糯米很黏呢、欸。对呀、啊，这个不能多吃，吃了会黏牙呢。嗯，假牙会一起吞掉。假牙，对、啊，假牙会黏住哦。那啷个样？哦 ，Oh my god！ 呜 ，Oh my god！ 先吃吧。真的会黏牙。香，很香啊。哦，香不香？哦，你怎么回事？
大力点。啊，不是呢。真的，真的这个要去啊，我。我这样子。要去过这个，哎哎。哎呀！再一次，再一次。好，哎，好了，就要放这里了。好，放这边。好嘞，都来。哦，用那抹一点油。哦，我们的都弄完成了。来，明天再去上山，还要打吗？拜拜，拜拜，谢谢你们。其实我很久没有吃了，什么的牛奶才有。阿妈生的，阿妈生的。阿妈，女娃娃啊！啊，你的娃娃啊！你听你女娃娃啊！哦，很大哎！哦，很好吃啊！阿妈方便，啊，给你抱。哒哒哒哒。哇哇哇！哎，哦，尝尝看啊！哎呀，流口水。糯米。漂亮哈、哦，不一样。那我看，那念啊，开动，开动。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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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卫生，要大便，不，大便都小心点。哦，好吃哦，跟一般我们外面卖的不一样，不一样。你不要说卖了，跟做了我们卢凯祖做的阿拜跟你们不一样。我们叫阿拜，你们叫多润。多润，对。哦，我们还要包那个叶子，有没有？啊啊啊！金针菇有吃过，金针菇，然后外面再包叶桃花的叶桃的那个叶头啊，叶桃那个叶子啊，叶桃，嗯，啊去吹啊，里面就包，有时候就包螃蟹啊，嗯，小时候我们都包那种小螃蟹，山沟里面的小螃蟹，知道吗？那也可以吃啊，还有包那个猪肉，咸猪肉，一样嘛哦，对，啊，哎，这来不是要带我去找那个盐巴吗？对，我们等一下吃饱饭，我们就出发了。我有点不相信哎，不敢相信，怎么山上会？你问阿妈，你问阿妈。二三盐巴，你问阿妈就知道。黄豆，嗨，黄豆，嗨，你不起来？阿妈讲真的，啊，起来，嗨，起来。我们是讲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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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巴哈，盐巴叫起来，嗨。那我们陆凯祖盐巴是那个男生的那个呢，那个牛腩火。嗯，那你们怎么讲呢？盐巴那你们怎么讲？我们的盐巴，哎，我打电话给我妈一下，我忘记了。奇怪。啊，对不起，对不起，陆凯祖。吃饱我们就上车。上车了。哎，好，好，这样吃饱。这个包可以带到山上。吃完了独论，阿妈说要亲自带我们上山，真的可以吗？我偷偷问其他的人，得到的答案是，阿妈虽然年纪很大，也不太会讲国语，但是她的脚力肯定比我们几个年轻人还好。哎呦，要是输给台巴龙的阿妈，我弯下结果笑脸了，真的要唱要嗨呀！哎，你们看，旁边那个就是红糯米了，都咱吃的独论，嘿不？用那个做的？哎，就是用那个做的。比较高，有没有？我问他们源泉在什么地方，不用说，答案肯定又是就在那边。那我们要不要带行动粮呢？他们说不用，只要跟着原住民上山，就不用准备行动粮，因为他们已经派了先遣部队上山开路。等一下到了中午，自然就会有热腾腾的阿美族天然风味餐可以吃了。啊，让给。想不到他们那个太巴朗的阿美族哈，每次要取盐巴的时候，都要走那么远的路呢，辛苦。喂，我的盐巴，我的盐巴在哪里？他们已经在那边煮东西了。对了，啊，哦，现在这边吃个东西了，哎，啊，哎，然后呢？然后再去看那个三盐巴。谢谢谢谢，哇。哎呦，
这个不是那个桶吗？对了。哦，已经消一堆了呢。啊，他们先都部队先采。对呀、啊。啊，对嘛，用牙齿就好了，用这边也是用刀比较快。哎，先要采。等一下啊，找个地方给。要嫩的啊，这个就可以长了。好吃啊！好吃，好吃。好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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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阿布，香蕉，切块。很好吃哦。很甜呢。哈哈，被骗了！哈哈，我刚说的。哈哈，哦，哎，好酷呢。这个的话就不一样了，这个味道就不一样。哎，这个是什么？这是山中心。就是那个嘛。啊，对。耍脏嘛。啊，耍脏。妈妈好像躺在山羊呢。哦，哦，老当益壮。那这个。太巴朗的阿嬷都这样。哦，哎，小心啊！哦，厉害，难客啊！哦，食老那要像安尼哦，哦，平常时啊身体都要保养，哦，啊食较原味的。还多久会好？还有一段时间哦，还没有它滚到烂了，要给它滚啊，都可以生吃了，还是要给它滚比较好吃啊，味道不一样，要给它入味儿，是的，哎，入味儿，哇，麻辣好，好，麻辣好，真的好，啊，麻辣好，哦，哦，麻痹。阿贝，还咸猪肉，哦吼，都是很香。好了，这就是我们的行动粮，对，我们的马拉后。你们这里那个三盐巴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哎呀，从以前，很早，很久很久以前的。老人家到封边去没有路嘛？然后正好有老人家有打猎，在经过这里，发现到这个地方有。水是咸的，水是咸的、啊。那老人家就觉得水是咸，既然是咸的话，应该煮应该可以弄咸的，是吧？哦。到后来就传到我们部落里面去，部落里面去，因为我们要盐呐、啊，要盐的只好到这边来。哦，是哦。哦，哎，很神奇，我第一次听到那种三盐巴的。再当。啊，再好，他们。哦，哪个啊？对啊。新疆人，不简单，这个做现在有来的。没听过吼。刷电熬一头盐的，真的是盐巴，哎，从水里面这样，就在水里面。用随手可得的坂田笋、山中心当材料，用事先腌好的咸猪肉提味。阿美族传统的风味餐，既营养又能补充体力，也难怪原住民山上可以不用大包小包的啦。到了没有啊？啊，到了，就在下面了。真的？啊。好，就在这边。等我上关的。准备好了，到了这边。这个小小的出水果。对。可可，阿罗。那弄，我这个海。面包。我这个海那弄，吃啦。我看看。你看看，咸的咸的。那弄。你哎呀喂啊！地上起来还能酿，真的是咸的呢。阿妈说，从以前我们太巴朗部落啊，就在这边拿盐，拿这个盐水啊，然后烧一烧就弄成盐巴。奇怪，怎么会有这个盐巴从那个洞里面冒？在旁边的呢？那是淡水。哦，它晒吗？淡水哈，那是淡水。好晒吗？弄出来。好晒，好晒。这淡水啊？那这里呢？这边也是淡水啊，从那边。这个也是。那上面。很奇怪，就只有这个地方，只有这里。哎，两次摘。我来看，哦，这圣泉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个好像也有那个温泉花，有没有？对，我们这常常是找温泉也是这样子啊。你看它这边是白的，啊这边是红的。哎妈！阿盖，是咯？哦，那这个寒冷呢？太神奇了吧！怎么全台湾为 only one 哦？而且这个是在全台湾省只有一个海拔上面，海拔上面。两次在跟我台湾。对啊，你现在310公尺海岸山脉，三百多呢。从这股泉水的味道跟温泉花的推论，应该跟一般我们吃的海盐氯化钠或淡盐氯化钾这两种盐巴的成分不一样。但真正的成分是什么呢？我没有化验，也不敢确定。洪厨师说，这口源泉提炼出来的盐巴是红色的，所以我装了一瓶的盐水，回到刚刚休息的营地提炼看看。我们现在做个实验啊，我叫我们那个天然的盐巴。你要煮煮看哈。有没有锅，没有东西的话，用什么？用芦苇。芦苇。这些芦苇哈，割一把哈，这样子，把那个尾巴哈沾盐水。嘿嘿。但是一定要太阳一定要很大才行啊。哦，不用火，直接晒太阳。对，直接晒太阳，然后倒插的。倒法。倒插的，插在地上，然后等它干了以后，它叶子它会结成盐瓣。啊，因为那个我懂了，芦苇上面也有绒毛嘛，对对，是的，它会粘。会粘在上面。对。哦，很聪明，阿丹嘛，那什么已经忘了阿丹嘛。哎。哦，那大姐呀，小发明主任，这是最古老的做法。哎。OK。哦，拿来这边。你行程。拿这边看。啊，这边等着，你看，就这样慢慢刮，带回去。啊，真的。就这样慢慢刮。那我给观众看一下，那个，对吧？春天来了。这都已经污染的哦。哦。这个是天下第一圣泉，就是你们太巴郎的那个源泉，真的是太神奇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啊、它旁边两边啊，还有到这个山坡啊，到处都是那个涌泉啊，啊对，全部都是淡水，只有它这一口冒出来的是盐巴水，这已经颗粒状了，对，颗粒状，尤其是这个呢，哎，我警告大家来吃盐，你看已经颗粒状了，吃盐，大家来吃盐，哦阿妈你看，哦阿妈示范吃盐来，哦来。这个表情耶，哎呀耶，观众耶，哎呀，两位弟，哎，很香的你们的盐巴，哎呀，穿这个了，来，导演辛苦了，给导演，导演吃一口，来吃一口，导演吃一口，来念念吧，待会儿请吃盐，请吃盐巴，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哈，请吃盐来，干嘛来？来，试试看，哎，真的老不骗你了，这个盐很香哎，颗粒状的，颗粒的，哦，好鲜呢，好鲜哦，盐巴，我操，我靠，哎，丫头继续吃啊，你会美容，本来就是盐巴是咸的，哎，人家说甜度有多少度，你们这个咸度哦，不得了哦，100%，我跟你讲。对啊。哦，谢谢，呜，谢谢，谢谢大家，耶，太霸王的盐巴。对于现代人来说，盐巴是非常廉价物美的东西，因为四面环海的台湾，海水就等于是盐巴了。但是对于不靠海的地区，或者以前生活在纵谷里面的太巴郎人来说，盐巴却是珍贵的东西。太巴郎阿妈说，以前没有海盐的时代，主人必须走到山里面来提炼盐巴，然后带回部落里面。对于当时的太巴郎人来说，要吃到有盐巴调味的食物是多么的困难啊！没有经历过失去，就没有办法珍惜拥有的现在，这是人的通病。这个也是曾经经历过困苦生活的太巴郎阿嬷所要告诉我们的宝贵经验。夜幕开始低垂，太巴郎的一天结束了。